大家好，今天来给大家介绍一份工作，是一家合同会社招正社员五名，在祁玉县。月给是20万到25万，是有关于鞋的制作的。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到我们公司来参加他的具体的说明会。我们公司每周一三五是上午11点，二四六周日是下午的1点钟。可以来参加说明会，具体了解工作信息。是免费的，欢迎大家来参加哦。